你全部是寫他的字體，其實不是寫得很清楚的。我在下不記得了，你說左右寫字的，所有的字都是他寫的。因為我們賣書的人，我知道這些字就是文字來的，不是就是他們出，不是的，就是給那些學生，小學生用的，是蛇說話，一個人寫的，蛇說話就是他自己一個人寫完的，不是有公權原生的，我的意思是這樣說，因為你大人你就不可以寫，就是藍蛇算是一個寫的。這個是醒的 H， 這個 A H 來的， A 也是 H， 這個 H A 的記憶，這個是沒有 H A， 這些全部是寫的，然後印刷排出來，蛇算慢了 W， 你沒有只是學他一個人的字，你應該要學流體字。哦，呢個係蛇叔頭先生寫劉公權嘅，就唔係劉公權寫嘅。劉公權搞到死嗰啲啊，搞曬啲字。劉公權嘅字係咁嘅。學曬咗少少嘢。即係畫下得㗎啦，畫。好似林，佢又畫嗰個叫。好似林炭嘅畫。嗰個叫畫一畫。冇冇字咯，就畫。唔係啊，畫得㗎。咁大字喺度，咁大字。有。好喂，快啲喂。